太极推手，是太极拳所特有的竞技运动。它吸取了我国古代武术的实践和经验，在完全不用护具的情况下，采用拳架中能踩、拿、直打、摔跌等招数进行竞技对抗，以致使周身触觉、感知得到良好的训练，提高人中枢神经系统的灵敏程度，即模式出太极拳用于散手、技击、实战的过渡阶段和方法。赵宝太极拳推手，是在拳架习练准确和熟练之后方可进行的一种锻炼活动，两则相辅相成，以推手来检验拳架动作是否正确，以拳架来进一步提高推手、散手、实战的技击水平。纵观所有太极推手，余认为只有武当赵宝太极推手才是真正的太极推手，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推太极。因为赵宝太极推手处处保持太极图的形式，采用上下步的方法，在你上我下、你下我上、阴阳转换的运动中去探索对方的重心和实力，上用八法劲，下走五行功，巧妙地实施出赵宝太极拳所有的拳式技击内容。手八法，捧、捋、挤、按、踩、裂、肘、靠；身八法，纵、横、高、低、进、退、反、侧；及腿八法，缠、跪、挑、撩、皮、臂、挂、蹬等24法，去破坏对方的平衡，稳固自己的重心，力争粘、粘、连、随，不丢不顶。在随屈就伸、腾闪圆转时，要立身中正，虚实变换，起落进退中去得到验证和运用。